我想问你，最近的机场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因为一见到你，我开心的就起飞。哇，这个有赢到！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亮，你有闻到什么烧焦的味道吗？没有，好像是我的心在燃烧。哦，也有。OK， 我看过你的节目，我爸爸妈妈、我的姐姐、我的妹妹看到你都非常的讨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讨人喜欢，百看不厌。你知道一道菜怎么样最好吃吗？怎么最好吃呢？我喂你吃。新的。我想问你，俗话说得好，近朱者赤，下一句是什么？近你者甜。什么？他说近你者甜，对吗？输了！我宣布这一轮土味之神贺峻霖。